灣區全媒體，全灣區都睇。歡迎收睇由粵港澳大灣區主流媒體聯合打造的節目《灣區全媒體》，我是蘇奕文，我是梁可希。我哋嘅节目一星期五日咧，会透过唔同嘅环节带你走遍神州大地，一齐同你去发掘下我哋国家嘅大小城市嘅新鲜事。无论系社会民生、政策基建、科技发展，以至到人物故事，节目都系应有尽有，等你可以好好掌握国家嘅发展。冇错啦，我哋而家就事不宜迟，即刻同你出发去南北快线啦！南深高铁珠三角枢纽机场至粤桂省界段建设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近日获广东省发改委批复，标志着南深高铁即将迎来全线开工建设新阶段。南深高铁连接广西南宁和广东深圳、广西玉林、梧州、广东云浮、肇庆、佛山、江门、中山、珠海等地，线路全长648公里。今次获批的项目西接在建的广西南宁至玉林段和玉林至岑溪段，东联广东珠三角枢纽机场至江门段和江门至深圳段，是南深高铁连接桂粤两省区的重要节段。投资估算总额为283.36亿元，项目建设总工期为4年。近日，约2亿美嘅禾虫种苗喺江门台山都学镇广东第一田投放，开展新一轮水稻加禾虫套样试验。工人将一壳壳混埋咗禾虫苗嘅清水，好似抛秧咁样抛洒喺田里面。出年嘅农历9到11月份就可以收获第一批嘅禾虫。水稻加禾虫套样系绿色生态种养模式，禾虫同水稻存在共生关系。腐烂嘅稻根同茎叶、稻田嘅浮游生物可以为禾虫提供营养。禾虫钻窿可以松动土壤，佢哋嘅粪便就系有机肥料。禾虫系环境生态嘅指标生物，只会喺环境好嘅地方生长。都学镇广东第一田水稻加禾虫套样试验自5月启动以嚟，已经完成一轮水稻收割同埋一轮禾虫苗投放。喺改良稻米品质嘅同时，亦都收获到高品质嘅禾虫，实现社会效益同生态效益共赢。为满足境外人士的支付需求，等他们可以体验便捷的移动支付和数字化服务，福州市积极推动跨境移动支付，助力打响数字福州的国际品牌。地铁站工作人员引导境外旅客使用移动支付地铁乘车码，只要绑定主流的境外银行卡就可以实现马上通行。目前福州针对机场、火车站、地铁等交通，以及三坊七巷、东街口、燕台山等旅游消费场景引入跨境移动支付，解决以前没有国内银行卡就不可以使用数码支付的问题，提升境外游客的消费体验。为保障第六届进博会期间的食品安全，上海的市场监管等部门在展会前完成了百几间公博食品原料供应商、集体供餐企业以及展馆内餐饮单位的食品安全检查评估。执法人员检查粮油仓库、肉菜冷库、采样抽查储存运输条件、加工区环境、餐具清洁度、台账记录，又对食品和原料供应商进行安全评估。进博会期间，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对食品企业实施驻场监管，确保参展参会人员的饮食用餐安全。在重庆永村这个野生动物世界园区，一只由人工饲养长大的孟加拉虎 BB 金元宝刚刚满8日，趁着好天气走出户外和广大游客见面。因为活泼好动，加上是金黄色，这只虎 BB 被饲养员取名为金元宝。他一去到户外，就在草坪上不停地奔跑，吸引了不少游客的目光。虎 BB 的妈妈是园区里面的一只孟加拉虎，由于虎妈妈年龄偏大，饲养员采取了人工喂养方式养育虎 BB。 他从最开始的1公斤长到现在5公斤，身体健康。
都市人工作忙碌，不理是大人定是小哥都是机不离手，真的越来越少做运动了。随着中小学中医药文化教育的进一步丰富，广州开源学校就开展了中华武医进校园活动，去教授峨眉武医功法。哇，峨眉啊，是不是真的学剑法啊？你看得真的都不少这个武侠小说，讲的就是体育堂那里打六通拳，等班同学仔可以强身健体嘛。哦，那都好啊，那我们不如就一起去偷下师了。抱拳、太极、上步抢掌，在每周的综合实践课上，广州开源学校的学生都会在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峨眉武医传承人郭成湘以及他团队的带领下练习峨眉派六通拳。六通拳是我国的国粹，对我来说，打六通拳能舒筋活络，增强身体健康，提升身体的灵活性，同时增强了文化自信，也让我树立了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这一套拳法动作难度不大，但是它内外兼修，对孩子们提高他们的身心素质都非常有帮助。武医同源，让孩子们既学了武术，但是又会中医防病治病的一些方法，他们回去就可以在父母身上敲敲竹山里中医的经络穴位，他们也理解了。峨眉武医文化将传统武术、中医特色疗法、传统文化精神内涵融为一体，是中华武医文化独树一帜的优秀代表。因此，六通拳一进入校园就吸引了不少的师生学习，学生在锻炼的同时加深了对中华武医文化的理解。不过，学习六通拳只是广州开源学校开展武医进校园活动的其中一个举措，学校仲定期举办开源行健体育节，鼓励学生积极投身体育锻炼。除此之外，学校正在建设黄埔少年科学院、开源国粹分院，建成之后将会开展中医学、中药学和武术等课程。引进武医进校园活动，还是我们学校树立这个健康第一的观念的一个很重要的项目工程。希望孩子们能够有点武术基础体验，对我们传统的中医中药啊都有一些掌握，为他未来的人生注入一些健康的基因嘛。我们还提倡我们的师生都能够在下午锻炼一个小时，体育老师、体育设施都是充裕的，希望他能够为我们的孩子们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Evan， 听说广州高铁进程有新进展。是啊，根据广铁集团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里面就显示，未来广州东站将会改造成为高铁站。咦，那大家出行不由快捷方便了很多咯。上午10:40 G6600 线列车由广州东站开出，经汕尾到揭阳。广汕高铁的开通大大缩短了广州至潮汕地区的距离，粤东居民出行更加方便。现在就是到潮州那边，就是潮汕那边，就是2小时嘛，所以就是挺方便的。我女儿在广州这边工作嘛，就随时都可以来看她，随时都可以回家。目前广汕高铁通过广深线接入广州东站，但广深线同广州东站接入的列车本来就已经很多，所以铁路部门规划了广州东站至新塘站5、6线。这条线路正线全长超过30公里，设计时速200公里，设广州东、新塘二座车站，隧线比高达80%，亦即是话呢一段线路上的列车大部分都是在地下行驶，贯穿天河、黄埔、增城。建成之后，线路将会在新塘站重新接上广汕高铁，同广深铁路并行，满足广汕高铁列车日益增加的需求。如果在行程方面比较快捷，那办事的效率就会高一点点，是吧？特别是对于我们经常要外出跑的，如果能够开通这样的路线，那就比较高效了。新建广州东站至新塘站5、6线工程，仲包括了广州东站改建工程、广州东动车所工程、新塘站改建工程。改造之后，广州东站将会由原来的7个站台、16条轨道升级成为14个站台、24条轨道。咁而总体嚟讲咧，系会按照地面加地下贯通车场、双层车场嘅方式进行改建噶。咁其中地面长咧会有8个站台，咁而地下长咧就会有6个站台。
改善了梗係比較方便啦。因為你知啦，呢個站就好多人噶嘛，係咪？上車或者落車，如果個地方大咗，固然好啦。隨住今年年底廣州白雲站竣工後，將會逐步承接廣州東站普速列車，廣州東站改造高鐵站的開工亦都將會搬上日程表。至於改造施工期間，廣州東站是否需要關站，廣鐵方面就表示，目前有關站施工和不關站施工兩種方案，暫時未有定論。文化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作为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胜，广州是坚持将文化建设放在全国工作的突出位置，以重大项目重点工程作为牵引，推动城市文化综合实力的出身出彩，奋力开创文化强市建设新局面。近年来，广州着力打造文艺精品，推动文艺人才建设，以优质文艺作品服务人民。歌曲《少年》、《建党百年版》、电影《中国医生》等作品获得第16届全国精神文明建设5+1工程优秀作品奖，《点点精光》荣获第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儿童片，《南粤公祠》荣获第34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戏曲片奖等。广州持续强化现实题材创作生产，不断推出满足人民需求的优秀作品。那像我之前的一个作品《舞剧醒狮》，讲的就是广州的故事。那今年还会有杂技剧《天鹅》，我们是想以新一代中国青年的视角，去向全世界讲述我们中国青年拼搏追梦的故事。我们也是抓住我们要讲好广州故事，讲好湾区故事，向全世界传播中国声音、广州声音的这么一个重点，我们来进行我们的作家作品创作的。为了增强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广州优化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精心组织羊城之下市民文化节、文化进万家等惠民活动，城市十分钟文化圈基本实现。现在广州图书馆跻身世界最繁忙图书馆，广州大剧院跻身世界十大歌剧院，广州正积极推进省三馆合一、市三馆一院等重大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到2035年每万人公共文化设施建筑面积达到2000平方米，公共文化设施覆盖率达到100%。立足公共文化服务，更好地建设公共文化空间，我们会定期举办艺术展览、文化沙龙、文化讲座等艺术文化活动，让艺术大众化，让美学生活化，让广大市民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文化盛宴。广州全城诗词薪火，令诗意空间回归。去年提出建设诗词之都，深入挖掘丰富的诗词文化资源。今年广州继续打造湾区诗会、广州诗词之夜等系列诗词活动品牌，构筑岭南文化高地，为广大市民奉上精彩的诗歌盛宴。那接下来我们进行挖掘，就是这个特别岭南诗词，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诗词，跟目前我们的整个文化强势工作结合起来。我们目前还主要打造一批典型，包括一些创作基地，还有一些人才队伍，是培养一帮年轻人喜欢诗词、热爱诗词。未来广州将继续推动文化事业繁荣发展，讲好中国故事、广州故事，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奋力开创文化强市建设新局面。跟住系 Z 世代看中国，做个大湾区城市规划师系列报道。随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持续推进，越嚟越多港澳台同华侨青年在呢度寻找机遇、施展才华。有几位的香港大学生正在展开紧佢哋喺广州南沙的规划师实习之旅。南沙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地点，是一座协同港澳连接世界的桥梁。后生仔在里面可以运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去规划城市未来发展的蓝图。一起看看他们的想法。大家好，我叫許兆彤，我現在就是在香港大學修讀城市規劃學系的。
我之前就未嚟過廣州嘅，咁我對廣州嘅印象就係、是、因為我哋之前都有去到永慶坊啦，咁係一啲比較舊式少少嘅一啲建築物啊、騎樓啊咁樣去睇啦。但係同時間，我哋平時翻工嘅地方即係天河區咧，嗰邊嘅發展都係好新式啦，亦且好繁榮啦。咁就見到其實廣州咧係能夠做到一啲新舊嘅發展上都可以做到一個好融合同埋好新舊共融嘅一個城市發展嘅。咁因為嗰陣正值係暑假啦，咁我哋同成班都一齊係讀呢一個專業嘅同學咧，咁其實平時我哋學習咗嘅嘢，我哋都係好希望有機會可以將佢真係可以實踐出嚟啦。首先知道南沙呢個地方，例如可能人口啦，例如地形啦等等呢啲相關最基本嘅資料啦，咁從而去了解翻其實喺未來發展上，咁到底南沙呢個地方係想發展一啲咩嘅產業咧，或者係向住某邊一啲嘅方向做發展咧，咁就令到我哋對南沙有一個初步嘅了解，咁其後我哋先至再去發展我哋對於呢一個項目嘅一啲諗法同埋願景。我哋揀咗嘅就係可持續發展嘅主題嘅，喺可持續發展嘅過程當中，咁我哋就會諗到，對於經濟、社會同埋環境嚟講，如果我哋會考慮到一啲新興產業嘅發展，例如可能一啲綠色產業啦，咁其實都會對於成個南沙嚟講，成個可持續發展嚟講係非常之重要嘅。咁我哋參加完呢個比賽，咁好榮幸啦！我哋得到冠軍嘅。咁除咗一個豐富嘅獎金之外咧，咁其實我哋都同時間獲得咗新地華南公司提供俾我哋嘅一個實習機會啦。咁令到我哋可以喺廣州嗰度進行實習。我都希望我哋頭幾年都可以接觸到唔同嘅一啲即係規劃上嘅一啲項目啦。咁從而去慢慢累積經驗，都希望嚟緊當真係自己係開始掌握咗一定程度上嘅知識啊或者經驗等等。之後咧，咁就可以去考牌啊，咁樣即係都可以即係成為真係正式成為一個城市規劃師咁。平時我就好中意周圍去旅遊嘅，咁睇咗成個廣州嘅城市規劃啦，咁知道即係可能由以前可能歷史比較悠久嘅時候，到而家唔同可能一啲建築物啊，或者一啲文化上即係文化建同埋建築上嘅一啲演變啊，甚至乎係到底有啲咩特色，我哋可以喺廣州度揾到嘅咧。祝賀祖國在未來的發展都會更加順利，在大灣區可以打造一個粵港澳合作的宜居的環境。由文化和旅遊部以及河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辦的第19屆中國吳橋國際雜技藝術節，近日就在河北省藝術中心拉開帷幕。嚟自31個國家同地區嘅2200多位中外嘉賓同雜技藝術家齊聚河北，陣容係歷屆雜技節之最。海內外嘅30個優秀節目角逐金絲獎，我哋去睇下當晚嘅盛況啊！開幕當晚，河北省藝術中心內燈光璀璨，在悠揚的音樂聲當中，來自世界各地的雜技藝術家為嘉賓同觀眾奉上精彩的開幕演出。演出包括《聚吳橋之約》和《藝通四海》、《橋連五洲》、《攜手未來》三個篇章，以及尾聲《相聚河北》。整台演出以雜技藝術為核心，組織編排中外精品雜技節目，結合多種藝術表現手法，回顧了吳橋雜技節多年來的發展歷程，突出了雜技藝術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橋梁作用。看之后就觉得挺惊险刺激的，之前没有看过，就是觉得挺震撼的，特别好，就是在电视上看的感觉跟现场还是很有差别。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创办于1987年，由文化和旅游部、河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每两年一届，在中国杂技艺术领域举办历史最长、规模最大、影响最广泛的国家级国际性艺术赛事和品牌文化活动。今届杂技节以《杂技艺术的盛会，人民大众的节日》为办节理念，以立足国际赛场、擦亮河北名片、突出杂技故乡，实现以节兴城、聚焦运河之旅、促进文旅融合为目标。杂技节组
委会从50多个国家和地区选送的近500个节目当中，轮选出30个艺术性和观赏性区界，代表当今杂技艺术发展最高水准和最新成果的优秀节目，共同角逐金狮奖。今天到场的演员都非常有实力，能跟他们一起演出是我们的荣幸。接到了这么多国家以及咱们中国好多的有名的团体团队来到这里演出，我看他们表演得非常好，表演的同时也学到了很多。咱们现场河北的观众非常非常的热情。据了解，今届杂技节将在石家庄市和沧州市吴桥县举办，参赛节目分为 AB 两场轮流上演，将评选出金狮奖3个、银狮奖5个、铜狮奖7个。嗱，唔知大家聽講過高油大蝦未咧嚇？咁講到高油大蝦咧，絕對係好出名噶，養殖嘅面積咧約佔全國嘅1/5。而最近高油大蝦進入咗捕撈嘅高峰期，跳跳澤嘅大蝦起網，意味住蝦農又有收穫啦。我哋而家就一齊去到高油三朵鎮嘅養殖基地嗰度睇睇啊！1、2、3。上午9点几，在扬州高油三舵镇米仓村的一处虾塘，20多名工人正在度拉网捕虾。随着大网不断收缩，壳薄体肥的罗氏沼虾纷纷起跳，水面亦跟住欢腾起嚟。养殖户周梅英介绍，今次已经是今日的第5次拉网，每日的出虾量大概15000斤左右。这两年就是现在围上了没有不多了，前几多。今天这个可能有多少？估计3斤多斤嘛，像有的大的，有的还3两，有的2两，有的2.5。鲜活的水产仲要抢先上市，所以好快工人就将一箩箩生猛的虾装上货车，运送到附近的交易市场。前嚟采购的商户亦都络绎不绝，有啲熟客仔亦都亲自上阵精挑细选。大小质量好处呗。啊，怎么挑呢？就看有没有软壳的，把软壳的退掉啊。呢位嚟自上海嘉定嘅朱老板一次性采购咗上万斤嘅活虾，佢坦言高油出产嘅罗氏沼虾鲜活体健，光滑肥嫩，早就成为咗佢嘅货源首选。个头不小，获利好啊，这个长自主的嘛，长就不高嘛，所以到那个拿别的地方量没有这么大。见到今年嘅虾膘肥体壮，成交量好，养殖户周大妈亦都可以放下心头大石啦。佢同记者讲，今年初有啲虾塘曾经流行红彩病毒，一旦发病，虾苗就唔食饲料，仲会造成大规模嘅死亡。好彩经过科学防治，养殖无忧，冇影响到收成。就是采取措施啊，消毒啊，什么呢？工人上一定要养殖要好。而家周大妈的50多亩虾塘进入丰收季，大批活虾已经销往上海、常州等地，供求旺盛，价格平稳。价格差不多吧，应该。大概在多少钱一斤啊？因为我们是常年供货的，25、26、27、28个吧。我卖嘛，怎么多少赚一点钱嘛，大概就1、2块吧。顶去年的跟今年差不多，还好，嗯，价格还好。一亩大概多少产值多少？7、8斤，1000多点。据了解，近年嚟高油坚持走生态养殖之路，年产大虾约3.4万吨，产业总产值接近40亿元，带动一方富民增收。每逢到咗冬天，候鸟都会展翅搬家，飞去一啲暖啲嘅地方嗰度过冬，而其中香港咧都系一个佢哋嘅选择嘅目的地嚟噶。嗱，讲起候鸟咧，9月下旬至到10月上旬，位于肇庆嘅杭州湾海图咧，就迎嚟咗今年首批嘅候鸟，即刻去睇睇啊！9月下旬至10月上旬，位于肇庆的杭州湾海图迎来了今年首批候鸟。世纪新丘一带水域天阔云低，水草丰茂，一些雀仔喜欢在这里嬉水，又或者是振翅高飞。而这个的和谐景象也吸引了不少摄影爱好者去到那里影相。当地野鸟保护者协会负责人表示，今年首批候鸟种类包括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脸琵鹭，以及白脸琵鹭、反嘴鹬、大雁、白鹭、斑嘴鸭等等。再过1个月左右，那里的候鸟数量将达到顶峰。为了守护候鸟的宁静，海图护鸟队队员在滩涂边设立了警示牌，并加强日常巡逻，对影响鸟类的行为及时进行劝阻。据悉，杭州湾海图地处钱塘江南岸，是候鸟迁徙的重要停歇和补给地。
每年约有200多种野生鸟类，数十万只珍稀候鸟在杭州湾海涛这片湿地上过冬。鸟瞰神州精彩在线，今天我们带你去到扬州，天气渐凉，江南古城扬州运河三湾公园风景醉人，成排的榉树乌扣叶由绿色逐渐变成黄红两色，临水而植的粉黛乱子草如梦如幻，和远处的凌波桥相映成趣。节目的最后，我们跟着镜头一起去领略一下古城的美景。好了，今天的湾区传媒体就到这里，下集再见，拜拜。